大家好啊，我是古人，这期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看《原神 3.2 版本深渊阵容的使用率是如何的。下面也是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来看一看。首先排名第十的就是岩队，阵容是伊斗、钟离、五郎与阿贝多，大部分人是在上半使用这套阵容的。排名第九是雷神、夜兰、班尼特与香菱，大部分人是在下半使用这套阵容的。第八个神与灵华、甘雨、万叶、新海，大部分人是在上半使用这套阵容的。排名第七的是尼禄、新海、曹主与柯莱，大部分人是在上半卡池使用这套阵容的。排名第六的是赛诺、草神、行秋与九七人，大部分人是在下半卡池使用这套阵容的。好，下面就到了前五名了。排名第五的是胡夜中行，使用率有 17.8%， 大部分人是在下半卡池使用这套阵容的。目前我使用的就是这套阵容。排名第四的是雷神国家队，雷神、行秋、班尼特、香菱，使用率有 26.5%， 大部分人是在下半使用这套阵容的。下面是排名前三的，排名第三的是万达国际，达达利亚、万叶、班尼特、香菱，使用率有 27.8%， 登场率 6.6%， 持有率 23.9%， 大部分人是在上半使用这套阵容的。排名第二的是神鹤万心、神与灵华、万叶、新海、申鹤，使用率有 35.8%， 登场率 4.6%， 持有率 12.8%，大部分人是在上半卡池使用这套阵容的。最后就是排名第一的阵容了，排名第一的是尼心、草爷、尼禄、新海、草神、草主，使用率高达 36%， 登场率 6.8%， 持有率 18.9%， 大部分人是在上半使用这套阵容的。好了，那么这期视频也先给大家带来这边了，不知道大家使用的是哪套阵容呢？大家也是可以在这期视频的弹幕区以及评论区发布出自己的阵容的。喜欢我的视频也是一定要记得点赞点关注，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